你好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，539的会员们，社长昨天就传了资讯给你，我们今天是否拼一个尾数？大家都不回应啊，我可见的大家是没有兴趣用个尾数啊。社长呢，礼拜六是用了23，礼拜五用的是6尾0616。结果呢，不管是三位不管六位都全部通通都开出来了。真如社长讲说的，赌博是要有本钱，赌博是要拼的，不是成功而降的。你今天我们除了签两支牌1727，我如果再告诉你你继续用个六位，你不是就中了三碰吗？天算人算不如天算了。各位，你的钱我是非常非常的仔细，非常非常的珍惜。大家搅和了半天，你没赚到钱，我也没赚到钱，我也没有吃红，我划不来的。啊，这一次第五次啊，告诉你啊，我们总共输了5次8，也就是总共输了10支牌。啊，我们上个礼拜二。我们有不收费，但是现在我们不可能不收费啊！你没有本钱你就不要签了，你就淘汰，就不要再签下去，记住咯，你没有本钱你不要再来找我了，要签我们就继续签下去。赌博就是一个气势，就是我赌了那么久我从来没有失败过，就只有大乐透开这个跟你讲过要18期，大乐透这个18期过后，那以后就是一路风顺到过年，过年然后就是又是开大乐透，啊，未来的3个多月是好日子，这都是我们做了2007年做539做13年了，开奖已经太熟了，对不对？大家怕死了，几期不中就怕死了，连我都怕了，被你们害到我本身我就怕了，萎缩了。各位啊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天下没有白做工，我还算是蛮善良的，不要让大家赔很多的钱。10月份我们也最少也中3次啊，你熬得回来对不对？钱就是你的，你懂不懂啊？赌博就是要用熬的了，你不熬你怎么会赢钱呢？尤其大多开出来根本不会中奖，只有很少人会中奖了。那我昨天呢，就本来就是一直跟各位讲说我要用一个尾数，用的尾数大家也都很了解，我一定是重用六尾，重用六尾。结果今天想不到六尾开3只，啊，你生气也好，我生气也好，大家都不必生气。开奖完后就过去了，明天要是新的一天啊。各位，你的钱我是很珍惜啊，我也不希望你输钱呢、啊、你输钱对我有什么意义的，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我只有奉劝你，你没有本钱你就不要赌了。好，明天我们继续爆牌，要吃红的哦，没有说不吃红的哦，听清楚了，我每次爆牌我都要吃红的，我都快过年了，搞得我1毛钱都没有。